闻佛音，见佛法。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世间真有再来人吗？如何知道我们身边的人是否是再来人？再来人与我们普通人之间又有什么区别？针对这些问题，南怀瑾老师在开示中做出了十分详细的解释，我们一起来听。我们都晓得佛学分成大乘小乘，严格的讲，小乘里头又分两个，一个是小乘，另一个比小乘高一点，普通我们叫它中乘。小乘又叫声闻，比声闻高一点叫独觉，也叫圆觉。像阿难、须菩提等，在佛的弟子里只能算是声闻，再高一点就是独觉佛，独觉佛又叫做辟支佛。辟支是梵音，独觉就算生在没有佛、没有文化，甚至没有佛教的世界，他自己也能开悟。虽不算大彻大悟，可是还是做一个了不起的超现实的圣人，这个属于独觉，也叫做圆觉，仍属于小乘。所谓小乘，目的是先求自了，先求跳出世界，避免入世。小乘又分四果罗汉，果是果位，初果罗汉叫须陀洹，二果罗汉叫斯陀含，这都是梵文译音。三果罗汉叫阿那含，四果罗汉叫阿罗汉。罗汉不一定是出家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修行到一定的程度都可以成罗汉。不过佛在世的时候证得罗汉果的出家人比较多。如何能够修到四果呢？必须能够断掉了见惑、思惑。见惑有五个，是思想上、学问上、观念上的问题，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邪见、接近取见。思惑也有五个，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这也是人性，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。四果的正果就是我们学佛的重点。学佛先不谈大乘，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的，小乘都做不到，大乘大不起来。初果罗汉叫须陀洹，中文的意思是欲留果，断了五个见惑，但是根本思惑还没有解脱，因为余习未断，所以要七还人间。余情是剩余下来的情感，断不了的还是要七还人间才能了。如果七还人间时不晓得再进修，还是会后退的。修到了欲留果的人，死后不到这个地球上来了，而升天去了。在天上的一辈子比我们地球上长得多，天上的生命结束了再来做人，这一种人称为再来人。当然再来人不晓得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是漂亮或不漂亮，是大富贵或者是穷苦，都不一定的，这个账很难算，电脑也算不清。他们是来世间受报的，因为有些账没有还，要来还账。七还人间，生了死，死了生。所以依我看来，社会上很多都是再来人，当然在座之中也许很多，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。须陀洹再来人间就是还债，自己也不知道，假使自己能够知道，就已经不是出果罗汉了，一下就超过去了。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陀洹就是欲流果，欲流就是入流，入什么流呢？入到圣人之流了，已经站到圣人队伍里去了，也可以说他所悟的道已经入法性之流了。法性不是人性，人性是丑陋的一面，等于说我们人性是这一面，法性是那一面，他已经由普通的纵欲、情感、爱欲脱出来，进入清净的法性一面了。佛说怎么能够达到初果罗汉呢？佛在这里已经讲到功夫了，刚才是讲原则，所谓的入流反而无所入，换言之他证到空的境界，就是缘起不起了，缘起性空了，也就是证到了性空，念念都是空的境界。所以说他不入色，眼睛视而不见，一切人形象青山绿水看着都很好，都无所谓了。普通人一看到好，结识就来，被好捉住了，出果罗汉不会被好境界捉走，此心归到平淡，没有事。不入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就是应无所住，这就是真的无所住。修养到在人世间做人、做事、利益一切人，一切都不住，心中都不留，甚至做了无量的功德，过了就过了，
能够随时如此，打坐也好，不打坐也好，都是这个境界，这才算接近初果罗汉。得了初果罗汉，对于六根六尘不是不动心，只能说入流而已。可是心念之流还没有空，等于石头压草，碰到某种环境还是会爆发的。到了二果斯陀含，是一环果了，思惑的根根拔出来一点，死后再来一次世间，把所有的债务清了，可以到另外清净的地方去，也只能算是暂时请假，还非究竟。斯陀含，名义往来而实物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二果罗汉只有一次回转人间，名义上讲再来一次等于没有来。什么道理呢？有许多人生死到了，过去的业债已经完了，有时候来入胎一下，在胎儿阶段就流产了，就完了，这一生债算是还够了。这是真的，讲得很实在，听起来好像死无对证。有许多人跟父母的姻缘很好，但是时间很短，缘也完了，他也不需要再来，你应该替他高兴，他是已经成就了的人，只不过欠你这么一点亲情之债，但是你也欠他眼泪呀，你也为他伤心哭这么一场，账也完了就可以了。这是二果斯陀含。三果阿那含叫做不还果，不回到人世间来了，直接从天上证四果入涅槃。佛经上说他们涅槃的时候有几句话，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犯行已立，我生已尽，清净修行的不一定得到啊，天人清净境界的修行已经建立得到了，所作已办，欠债还钱，债务都没有了，不受后有，不再来了。有些经典上用四个字形容，常依世间，向世间做个依，大家再见，不再来了，这个叫不还果。三果罗汉，阿那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不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三果罗汉就高了，说不来人间也不一定，他还是来，因为他已经无生死可了，来也不怕，只是罗汉有隔音之谜，头一个胎就迷掉了。到了三果以上，定力高的人可以不迷，自己知道。三果罗汉生死来去比较自由，我自己这些年没有到处跑，所以也没有听到什么。年轻在大陆时到处跑，听了许多奇事，譬如我有一个四川朋友，他就告诉我记得三生的事情。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名人，学问好，文章也好，当然他也不轻易讲这种事。到了三果的再来人，有时候他明知而不说，因为他生死可以来去自由。有些人入胎不迷，住胎的时候迷掉了，有些人入胎住胎都不迷，出胎那一刹那迷掉了，各种情况不同，都是因为三果罗汉定力程度的差别而产生的结果。讲三果罗汉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，就是因为三果罗汉生死来去比较自由的缘故。要到四果阿罗汉的果位才算在这个世间成就。实无有法名阿罗汉，讲到阿那含的果位，不再来人世间这个欲界了，实际上来不来呢，还是要来，就是到了四果阿罗汉也不是绝对的不来。大阿罗汉一定八万四千大劫，地球形成又毁，毁了又成，但是他不出定则已，一出定怎么办？也只有回向大乘，由般若智慧的解脱才能成佛。所以小乘的前途还是要回向大乘，由小乘的声闻向这个大乘才能真正成就。也就是说，真正四果的阿罗汉，实无有法名阿罗汉，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法证道空。如果你还有空的境界，就落在边见了，如果说你是无边，则又落在见取见了，这都是见地不真。所以真正的空是没有空的境界可得。我们现在有少数的同学朋友们打坐做得很好，自觉进入空的境界，可是你千万不要把空的境界弄成只有比身体大一点点的范围，那不是空，那是一个洞，那样的空是落入边见的小边见。为什么人会有空的范围而落在边见呢？原因是智力有限，人的智力与心力有限度，所以才会产生这一种见解。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，到达了阿罗汉的境界，他没有丝毫我已证果的念头存在。如果有这一念在，一念就是万念，这一念就会牵连到重重叠叠。
所以华严经称为地网重重。地就是大，我们的思想、感觉、情感像一个无比大的大网，只要一个网眼动动一下，其他的眼动都跟着一起动，就是所谓地网重重。我们修持的业力、心性的业力，一念动，百千万意念都牵动其中。说有一切有，说空一切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说大阿罗汉如果有自觉已证到阿罗汉的境界，他的我人众生寿者四相都有，他只能算是个货真价实的凡夫，根本没有得到。拿禅宗来讲，如果有人说他已经悟了，那就是言旁口天的悟，有人还自认为是大彻大悟呢，当然了，那是大错大悟。就像一个人身上有10000块钱，他绝不会在街上到处向人去讲的，这是个普通的道理，更何况一个得道悟道的人绝不会自觉有道了。这四个罗汉果位包括了三界的天人，三界的见思两惑叫做88结使，欲界里最多，像88个疙瘩结在一起，能够修行解开一两个，那已经不得了了，脸上放光了，能够解开4-5个，连头发都会发亮呢。所以真正讲修行，就是解开结使，转变自己心里的行为，心理行为转变了，进一步能够把智慧开发，断了思想上见解上的偏见，才叫做解脱。学佛修行不论大乘小乘，都是5个乘式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